这个帽子呢不太一样，心花怒放定制这一款呢就是软壳的，就是挺软的，这个适合夏天，它比较薄，而且这个面料呢是有防晒的这个功能。你看这一款呢就是有型，对，就这里是这是硬壳的，这个形状呢就感觉也很酷，就是有点像韩版的这个潮流的这个款式。然后这个帽遮呢特别弯，然后帽遮很长。这有点像飞机帽，是吧？这个也挺不错的，但是我个人就不太中意。但是这一款我倒还蛮喜欢的，这个，哇，超暖和呀！那个就是雷锋帽，是吧？你看这个帽子，这个格子的帽子真的是挺好看的。这个也可以弄上去，颜色，这个颜色我也蛮喜欢。这蓝色也挺好看哈，一会儿呢我就戴上这款蓝色的帽子出去配一件衣服。那其实我在私信里边会有很多很多厂商厂家会找到我，想希望带他们的货，但是我一直不太能接受是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些东西就是我自己都不用，我真是没办法再推给这些朋友们。所以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我比较喜欢的方式，做喜欢的商品，顺便赚点钱。其实这些帽子啊，包括我之前的酒啊，还有红酒啊，这些都是我自己用的，自己吃的，所以我才能有资格去推广这些个产品。以后呢，我会找到一个适合心花发展的这条路线来走，就是首先我要喜欢这个商品，我在用的这种商品，然后我会努力的，会去找到厂商、厂家，然后鼓励他开店，鼓励他开抖店。他要开了抖店了，才能把这个抖店的商品链接到我的橱窗里。慢慢慢慢，我才会找到适合我的账号、适合我的人设、适合我的 ID 的这种属性的这种发展的方式。对，我弄一个马甲。这身戴上这个帽子，就我觉得挺搭的。一排帽子呢，就是上次从花都走的时候，厂家给带过来的。这些帽子我比较中意的，就是羊驼款卖得很好。我下一场直播肯定会上这个羊驼款，还有这个丝巾卖得非常好。然后这个，黄色的帽子也挺好看。这个黄色呢，适合穿浅色的衣服，所以我今天必须要弄一件这个，浅色的米色的这种羽绒服。心花这么多年就是酷爱帽子，就各种帽子各种买啊。终于我做上了喜欢的事业，买帽子。自行车不用骑了，很近的。哇，今天的天儿太好了。阳光明媚，我看看现在多少度啊？今天的乐清，我再看一下千岛湖的。我这两天要马上回千岛湖了，我要关注千岛湖的这个温度。今天17度，然后再看一下千岛湖12度，怎么那么低呀？其实偶尔逛一下这种实体店哈，就是还是挺好的。目标性很强，主要就是米色的羽绒服。对，就这种颜色，但有点臃肿。这个北面的也挺好，太长了，弄一个短一点的，这也挺好哈。这个挺好，这个灰色，这个灰色太厚了。太厚了，我有一件跟这个几乎一模一样的，穿了好多年了。昨天和前天都过来这里看书，非常自在。在这里边看书呢，这个心能容易静下来。你要是在自己家里，或者是在房车里哈，你就一会儿弄弄这，一会儿弄弄那，好像没有很整块的时间。所以我这两天在这个乐清，过得非常自在，非常舒服，非常悠闲。
我太享受这样的生活了。我个人觉得这个浙江这边的这个衣服哈都比较好看，挺时尚，而且做工好。这个店我上一次来还买了两条裤子呢，这个颜色挺好看的哈，挺少见的，这个葱心绿吧。嗯，哎，我自己看啊。哎，这个挺好看，这是羽绒吗？对呀。那你帮我拿下来看一下呗。袖子它就是这样的啊，就这样，就好宽好宽的这个啊，对，就撅起来，嗯，休闲，嗯。这个白色的羽绒服，嗯，450，我觉得可以，我再转一下，如果没有更合适的，我就把那个白色的买了。嗯，这个风格一看就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风格。对，男装，如果是男装里边的休闲的那种男装，我有，都很多我都能驾驭。这个。也不是我的小香风，也不是我的，这个应该差不多，看一下款式挺好的，但是太嫩了，这个颜色太嫩了。嗯，挺好的。这个骑自行车，晚上骑自行车可以带上一个三七的呀，那我能试试吗？可以啊，你直接套。我到时候，今年我要在江浙过冬了，我这个把这个库存弄得满满的。对，我之前是在都是在广东的，那个暖加一起一共多钱？270。那你再给我优惠一些吗？价格一样的。270。对，一共。家都是那个什么的，对。好好好。好吧。挺好的，正好我房车里那个拖鞋呀、已经坏了，嗯，然后这个帽子也很好，再看看还有什么更合适的。那不出所料，我又进到一个男装店，这个男装的这个羽绒服符合我的预期。这个颜色呢，就是这种里边这个颜色差不多，然后这个非常非常软，然后这个有个大兜，这个大兜可以放相机，对，可以不用穿那么多，就一件打底衫就可以了。现在啊，对，一件打底衫，然后外面穿这个就可以。好的，好的，这个 OK。在网上买了好几件大款的卫衣，但是都给退了。网上买东西呢需要时间，因为你不停的要，有的时候要退货。但是我自驾游的话，哎，这个收货地址。非常不稳定啊，所以这一款呢可以配上一个瘦的那种瑜伽裤，不错。珲春，吉林珲春吗？那你几岁到这儿？我是这里人，然后我爸我妈在那边做生意，把我带过去，然后我5年级的时候。对，我说你口音有点，对，你这南方的小大土豆了，现在是。啊，我是回走你们是吧？我是自驾游经过这个城市，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了，算了，这个和这个，你再看一下价钱。788，788啊，这是刚刚已经给我打出来了。对啊，我怕你看不清，然后给你打。788，对，好，给我装一下吧。转了一圈，在男装买的衣服了。像我这种自驾游呢，这个收货地址也不确定，是吧？一个地方就住上那么几天，然后呢，你如果买了不合适的衣服哈、东西啊，你还得退，真的很麻烦。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这种。这个实体店消费，没有后顾之忧是吧？如果是说一直在家里边生活，有固定地址的话，没关系，有个运费险也不怕折腾是吧？大宽，我回来了，又 shopping 了，哎。
开心呀、啊，花钱就开心呀、啊。哎呀，看看哈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包包，刚刚没跟朋友们说，就这一款，这斜挎款。我现在爱上了斜挎款，因为之前我一直背那种双肩包，双肩包感觉现在不洋气了，而且双肩包呢，你要拿东西还把它这个胳膊这里这个袋儿要拿下来，这个双肩包呢，斜挎的这种呢，哎，你扭过来是吧，你就能拿东西了。但是我自己做了这一款，哪是吧，就是这个帽子厂家他帮我做的这个心花怒放款。它改进了一些东西啊，对，这个改进了哪里哈，因为这个包是我自己买的嘛，在某宝买的，花了300多，将近400块钱，380几。然后一个是改进哪里的，这个袋子，这个两个前面这两个袋子特别小，我这个手有点大吧，可能伸进去呢这口太小，然后又浅，所以我跟厂家沟通一下，然后这个连边这个袋子呢就变大了，而且这个里边的拉链吧也不太好使，然后这个已经开线了，我买的这个，但是这个款式我就非常中意，就挺好看的是吧，这个大小啊，你说装笔记本啊，装 iPad 啊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我再琢磨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改进的地方，我就可以量产了。哎呀好玩，哎呀，来做喜欢的事儿，顺便赚点钱，哎，余生也就这样了，是吧？不需要，那么大的期待了。嘿嘿，哎，舒服。刚刚买这个帽子，小的时候我记着有一种叫脖套，啊，能露脸，然后脖子还能挡住那种叫脖套。小的时候就这种感觉，太好玩了。看一下这个房车里边。好像是战场